走，一好两坏，拉回来在右半边，哎呀，一垒手没有接干净，所以这个时候来看一下记录上怎么记啊？如果记安打的话，就是生涯的第1200安。我想应该会给安打，因为这个球打得蛮强劲的。那总机也做了一个接近侧扑的一个守备动作哦。来看一下，不好处理哦。确实啊，这记了一支安打，所以这是张志豪生涯的第1200安，恭喜他！哇，一垒方向的一个强袭球，这个弹跳也来得非常快。对。那在守三垒也不错。拉回来在右半边，又是一支安打出现。哇，王振中专门打这种高难度的安打。现在张志豪要来拼三垒，回传球中间就卡到下来。这张志豪往前推进，来到三垒得分的大门口。王振顺今天单场的第二支安打出现。哇，这个球打得相当的这个有技巧哦。面对林兆安那个低角度变化，这个球不打有可能会是一个坏球，掉的其实蛮低的。你看，哇，这么低。那王振顺真的是延长的手哦。硬是把这个这么低的一个位置点的一个进垒点哦，打成一个左外野的啊右外野的一个平飞球哦。王振顺今年他在这种球棒的控视角会被吃掉。拉回来在右半边，二垒手接球之后传游击再往一垒送，奥到出局。哦，这是一个。对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从两个角度我都没有办法很确认说，到底是谁先倒了。看起来都几乎是同时，这个角色已经准备要踩垒了。对，但是脚跟到后面跟那个脚掌压下去的时间，答案哦，改判了哦，所以这次挑战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儿，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，你来说。